订餐桌。
条，3500克来嘞，到贵阳是3000块了，不要只低我诶，一只了啊，一只了啊，3000块了啊，伊个3000块了啊，来过来，到了你听我介绍，我有白话，你来算炸鸡诶，啊，白话你啊，真是啦，我头壳懵懵。他这样的话，他也领不到薪水，好不好？没事啦，没啦，不然你先下个地址啊，我们比较好说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没有。